第八组桃园龙德宫以妈祖文化为设计主题，那呈现台湾民间信仰中最具代表性的神奇元素。哇，大家看到贴过去觉得，哇，这个妈祖也太可爱了吧，好精致，好漂亮。是，这就是咱摇车做桃园龙德宫利用地平顶成立化公民，咱拢怎样讲呢？咱龙德宫是天上圣庙，四妈祖，所以你来看见落车对面，这个妈祖嘛是哦量身打造，非常赞的，配合着咱今日闽南的主题。可爱版的，但是很精致。是。好，那准备好就定位的话，一样请小心这个雨势，地板可能会滑一点哦。好嘞，那我们欢迎桃园龙德宫，请表演。南顺祈安乡，五宝社做业，成就一点点，千里化功名，日光日日精，福报连连生，祖庙修建，一枝莲花点心间。心变传送永定生灵咱这精彩演出，听讲吼，这每一位神女吼，拢是由着咱天上圣庙四妈祖所来钦点，才有法度来上台表演的吼。当然也由着咱张少主重组吼，来当然咱这桃园龙德宫，会使讲呢，透过桃园龙德宫，你嘛有八公七妹一座进香，大家拥有每一年都会使参与哈。谢谢桃园龙德宫带来精彩的表演，那我们就准备采接去了。好，那准备，我们接下来要邀请到的呢是创意组的第九组，桃园市。